在 Sephora 订的一些彩妆护肤品，这La Mer的精粹水，这个应该都知道吧，就挺好用的，买了一瓶这个。然后呢是 The Ordinary 的烟酰胺， Real Beauty 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液体腮红。然后这个是 Dior 新出的一个唇油，它是那种有色的唇油，但是呢同时又有一点护唇的效果。然后最后一个是 Makeup Forever 的粉底液，就之前很火的各大博主都在用的 Reboot。 我的色号是 Y218， 这盒是我买的指甲油，就是 Essie 的这个系列，它是一个速干的指甲油，真的比普通的指甲油干起来快很多很多。如果你再加一个速干的顶油，基本上你擦两层的话，一个小时内已经干透了。这是我选的三个颜色，都是这种比较秋冬的颜色。然后我一会儿可能就要先擦一个颜色，因为我现在指甲是裸奔的状态，我可能会先擦70号 Q Brew 吧，一会儿擦完了拍给你们看一下。买了一个他们这个顶油，那小红书有很多人推荐这个顶油，就是说擦完以后你的指甲会很亮很亮，它那个光泽度可以保持很久。我是一般人，都没什么不好的。
第四层呢叫手托。为什么种姓制度能够保留至今呢？就是因为4000年前，就是我最后换了这个颜色 Expressi 这个系列，你们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买这个细长屏的，因为它家颜色和款式特别多，但我觉得这个细长屏的真的是最好用的。今天收到的两个包裹，先来开一下这个，这个好像是我买的 Supreme， 你不要咬 OK， 就他们家官网上面抢的特别快，基本上你看上哪一件就立马要放进购物车然后结账，等不了太久就被别人抢了。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衣服上面都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尺寸，对，没有什么肩宽啊衣长啊，全凭感觉去选。它里面还给了一些这种贴纸可以贴行李箱上面，它的 medium 也太大了吧。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白色的卫衣，然后前面有它那个 logo，然后它里面是加绒的，是一个牛仔的外套，买给男朋友穿的，但是我感觉好像有一点小，我也不知道，等他回来让他试一下吧。然后是一个 Sense 的包裹，一件是大王的这个卫衣，比较短的款式，袖子这边就比较稍微有一点点廓形。这件毛衣呢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牌子，半截式的一个毛衣外套，这件是最近很多人有上身的，比较火的是那个绿色的，就是这一件。但是呢那件我觉得有点太薄了，然后看起来料子就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这种稍微厚一点的。这种衣服就是不会有什么保暖的功能，它只是穿一个款式。我一会儿要去跟朋友吃饭，所以今天化了个全妆，想说都化了妆不要浪费，对吧？正好分享一下在大温地区，在温哥华怎么去处理你不要的大牌的衣服、包包、鞋子还有珠宝。我最常去的一家店呢叫 My and Yours， 我会把它的名字跟地址打在这边。因为现在是疫情嘛，你去这家店一定要先预约，而且它的 buying 只有1周3到4天的时间，去之前你要确定你的衣服是干净的，没有破损的。之前呢我有一件白色的衬衫吧，就上面有一点点，真的就是一点点油渍，而且那件衣服是 Dior 的，他们都不收，所以说千万一定保证你衣服是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衣服后面这个标签呢，千万不能掉。我也是踩过这个坑的，我有两件衣服也是标签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了，然后他们也是不收，也是很贵的衣服他们都不收，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这个衣服的完整性，他们能顺利的去二次销售他们才会收。那通常呢他们店会给出3个 option， 第一个呢就叫 cash buyout， 也就是说这件衣服他会给你一个定价，那这个定价的30%他们会现场给你现金啊 EMT 或者支票。第二个呢就叫 consignment 寄卖，首先你这个东西的定价一定要高于500刀，那东西卖掉之前你是拿不到钱的。 payout 呢会比 cash buyout 高一点点，他会给到你50%甚至是60%。第三个选择呢就是 store credit， 那羊毛出在羊身上了，最后你这些钱还是要在他们店里消费掉，被他们赚了。如果你选择 consign 的话，他们会发一个类似于合同的东西给你，上面有很详细的条条框框，这个东西的定价，最后会给你多少钱，都会很详细的写在里面。经过这么多年的打交道呢，我有这么几个 tip。 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把东西送过去之前一定弄得干净整洁一些，这样呢他们给你 offer 的价格也会更好一些。第二点呢，因为他们这家店是本地的店嘛，他们的客户群体也是以白人为主，你永远都不知道白人的喜好和他们接受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跟我们华人的眼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拿几件就是你觉得很一般很普通的东西给他们，反而他们会很喜欢，
就是 you never know。 那第三点呢，就是你不要不好意思，一定要张口跟他们去怎么说讨价还价。如果你觉得你的东西值更多的钱，你完全可以开口跟他们去商量，他们也会很乐意就是听听你的意见。像我基本上我提出来的对价格的疑义他们都会接受，他们都会根据我的要求来。还有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价格比较高的东西不想带出去带到店里，或者是你不住在当场过去比较麻烦，你可以先 email 照片跟详细的信息给他们，让他们给你一个初步的报价，你觉得 OK 可接受，你再去店里面跟他们做进一步的商量。最后一个 tips 就是你尽量拿当季或者下一季的东西去处理。那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对你们有所帮助，我要准备出门了，拜。顺便拍一下今天的 outfit， 今天很流行的这种棋盘格的上衣，再加一条牛仔裤，上面是配了双比较高跟的鞋子，因为这个裤子它比较长一点。这一套呢都是 mango 的，我到时候会把衣服跟裤子的链接放在下面的 info box 里面。 OK， 出门了，真的要出门了，拜拜。